噔噔噔噔噔噔噔，这盘我们的中单是什么英雄啊？看不出来，看头像，酒桶剑魔。我们这边打团已经是赢了一半了，只要我们下路不崩这一盘，下路是最有可能崩的，因为对面这两个组合刚起来很猛。但是自豪在，能稳住。我们中单这个英雄是什么？很关键。劫完了，兄弟，没有比他更差的英雄了，只有劫。这应该是个劫王，应该是个劫王。这个一马当先，快点跑，差点进去送。哎，我觉得这里可以 OK， 诺诺在，算了。拉抓起，兄弟们念的应该没错吧？拉抓 R A 嘛，抓抓起起起，拉抓起，还可以啊。说实话，我的英语自学成才，你们有的时候不需要去多学习，也能跟我一样变得无与伦比的聪明。可以走了，一级学 Q 还是学 W 啊？学 Q 吧，学个 Q 吧。为什么要学 Q？ 因为这个辅助肯定会上来敲兵的 ，A 抠他再加一个平 A， 直接强攻带走。0.74的攻速是可以做到这一套操作的。OK， 对面应该是下开，没有任何问题。先漏点。哦，谢他妈的 fucker！ 他没闪，还行吧。不是他怎么？哎呦！这个也死了，这个也死了。我刚刚要 A 一下卡莎的，因为有蹭助攻嘛，对吧？赶紧杀，赶紧杀！还行还行，这样子其实不亏，因为他也就六个刀，我经验也跟他差不多的。锤石这波吸了一下，还可以还可以，点个赞吧，鼓励一下我们的队友。主要这波我被埋伏了，这个锤石也没办法，有点可惜。不是对面两个人在这儿等我，也是有点离谱，除了自豪也没人敢走进去了，但是他俩怎么就在里面等我呢？说实话我也不想进去，我只是想假装擦肩而过，但是正好被他给我逮住了。辅助去中了，这波我操，自豪都补刀走位，可以，他根本就不想打我。上路被干了， OK， 下路可以兄弟。这个卡莎什么意思啊？没吃到呀，这个车。好 W， 竟然中了。
当当啊，么么哒，159。但我这个钱1223块，谢谢 UZ 曾经的小果卡19张，谢谢你，谢谢，谢谢你的小果卡，谢谢你的20张小果卡。兄弟们，这波在家里挂机一会儿应该不过分吧？必须得挂机啊，兄弟，这个1300很难等的。这炊事别等我了，快点去，快点去，别等我了，别等我了，别等我了，这个没必要。他去能吃点经验，我这波是怎么都吃不到的。我这波如果早点出去的话，能吃到两个经验可能，因为我跑得比他还快嘛，大概走到这里，可能能吃到一个兵加两个经验，没关系，因为我已经很优势。他去的话，多吃两个经验，早一点去应该能多吃几个，还行。A 他 Q 他 Q 他 Q 他 baby 弄他个小宝贝儿。办法吗？好像，哎，他失误了 ！Oh my lady Gaga, very good, very perfect. You are is God, you are God, you very cool. 他有治疗吧？这个卡上也没给那个卡特，这个人肯定有闪，然后他也没有必要回来搞这一下，就给我硬送一个人头，有点好，有点好，知道我可怜，给我送了点人头。这个辅助无所谓的，这个辅助这波一定是往上走的，兄弟们，我这波为什么我这波知道这个辅助一定往上走？因为他在刚刚那一波就直接往中靠了，那这一波兵线是过来过推的，他会觉得自豪不敢压他，因为自豪刚刚被干了一波，但是自豪的心理你不懂，直接是爆锤你的 AD。现在我是那个卡莎，我什么也干不了，只能拼自家辅助。谢谢早睡早起的小果卡，谢谢你么么哒。辅助还不在，这个塔我要敲一敲，锤石可以去支援。他这 AD 好难受啊，兄弟们，辅助还在上路露点，主要是还在干。辅助又往中靠了，这种，哎呀，我说实话，这样子干可真的不太应该。我们有一说一，作为一个 AD 选手是会很难受的。猛 gank， 所以卡莎想回，你们觉得他回得去吗 ？OK， 他不回，直接空线，两个兵辅助在这等我。AD 在这等我 ，OK， 两个人看我补刀，给你们细评一下我的补刀，看到没？看到没？又中，卡莎在里面，哒哒哒哒哒，没有，他回家了。
OK， 完美补刀。我点个真眼，我的真眼留着也没用。我日！我操，完了！没勾到是什么意思吗？哇，坏了呀！哎，兄弟们，这波死的有点不应该，有点难受。哇！塔差一下，还不如把这个塔去 A 了呢。去守一下，哇，酒桶这波，哇，好炸！直接一个三合桶，一个神高，截一个 Q 收到人头，卡莎飞过来，一个虚弱，虚弱给虚弱，给虚弱 ，OK， 好的一个虚弱给掉，毛问题，这波团战已经必赢，对面已经结束 ，Game Over， 这一波天神下凡，打打打，结束游戏，这波泉水指挥官做的很到位，必须有参与感。一塔吃一下，都别过来，这是我的，谁过来我就生气。OK， 完美，回家。虽然刚出门，但是我还是要回家。嗯，就你个金眼，他是看到了，他哪能 A？ 买攻速鞋吧，这不。因为我想买一个 BF 在身上，更猛一点。其实我刚刚下路那一波，如果我了解那个辅助的技能，我应该可以跑。下次我就知道了，这个辅助它不会先吸，它会先直接贴脸大，所以说我下次卡近，直接用闪的话，它会刚刚打不死，打不抓不到我的。我想了，后面想了一下，他确实也是应该先抓，不会先吸。我操！他妈好气哦！露露死了，包死，可能 TP 走 ，P 一下兄弟 ，OK， 嘣 ，CU 拉拉特摩柔剑，哎呀，好气好气，兄弟，我这一手平 A 出去就好了，一换一他用个闪也不亏，可惜可惜。我刚刚那个不可能用闪的，兄弟们，因为他已经一出来了，我再一闪，闪到他的 Q 上，他妈的更尴尬，因为他一出来了。好，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前池，我肯定要去吃的。一轮六，舒服死了。回去。这下子，兄弟们，像谁？说出一个你脑海中的操作，像谁？这剑魔一个砍两个吗？哦，二换二。我也不怕他。
马上无尽。这波假装往上走，直接走去项目。是谁要吃这波兵呢 ？OK， 没有人吃这波兵。把这个吃，这个先不 A 吧，等一下打小龙的时候再。西半路吗？快无尽了！我要回一下，说实话要回一下，这波正好也进他们野区没动静。无尽，下一波买个火炮吧，或者直接买个水银，我是怎么都死不了了。水银吧，直接水银吧。对面变羊，加点燃，加这个东西，直接一个水银。吸血才6%，说实话有点低，所以说要出水银。对的，我这个第三件装备不能出火炮，是卡莎一个好走位，但是一个肚皮一装，一个拉回来，直接一个助攻摊住。OK， 人头更舒服，还有撤兵，没有撤到西门，帅气，舒服死了。那个给了。哎，这波其实我们应该推中二塔的，来来来，给个灯，给个灯，直接中二塔，快快快快快，灯几秒 ，OK， 完了，哎呀，下来，对面的人呢？没打峡谷先锋吗？哼，哼，什么意思啊？对面挂机了，哎，扫个大，兄弟们！九龙的大招，九龙的大招，配合我的大招！对面辅助退游戏了，太肉了。哎，推了推了推了，兄弟们，完了，死，暴击。Fuck a shit, man！ 这样子，他们就还要给我一波扫大的机会，又要让我屠杀他们一波。我现在300公斤，你说实话，等一下再加九点，三百多的猛男来了，哎呦我去！哦吼，哦吼，哎，别，尬的一来了，尬的来了。直接点两下他的大招，他应该懂我的意思。兄弟们，冲！筒子哥呢？就炸了一个，
不行啊，努努给我倒一下，哎，闪现躲一下，他有大吗？没大的，他骗啊，骗我，他没大，50块拿到手，没拿到，剑魔拿了。哎，这个赏金猎人感觉不打职业联赛没什么意思，路人要么就很快结束，要么就被杀得很快，真没什么意思。还是那个好玩，还是职业联赛的这种 AD 好玩，在后面疯狂操作。兄弟们，小卡一波。辅助要好友位，可以给一个19分。下一盘，斗地主的王。我们这个辅助是谁啊？应该是个路人吧？还是说是谁？二队辅助啊？斗地主不强。